几度啊？行行行行，你休息就好了。嗯，这小金刚，这老板打你呀、啊？跟小金刚在那边打情骂俏。你不是下来陪我走路的呢？你是下来坐在车子上，在那边跟你的小金刚打情骂俏呢？气死我了！换手了，有啊，有换手啊。左转。他叫我左转啊。靠呀，竟然跟你公公直走吗？来左转。是啊。直走啊，左转。啊，那有可能我咧巷仔底才来。哦，走那一条比较远了。哦，走巷子。走。哦，走西宁街又比较短就对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右转思考。还没吃饭，待会去到泥陀的时候再去那边吃就好了。哎。要人公问妈妈，人问。真经诶啦，吼、哦！阮庙诶神将卡拢是安尼练出来咧。真经诶啦，我无甲伊骗啦。人阮若怎样哦，一对神将两尊啦，两尊阮甲三个人尔。真经诶啦，我们庙进香哦。哦，一对神将就是三个人，固定就是三个人，没有像人家所说的啊四个人、五个人那种，没有，一对神将就是三个人。所以我们庙全部神将出去啊，哦，十三尊啊，大概在15个，十三尊大概在18个人而已，固定的啦，拢固定的。啊，假如是绕境的话，就会多一点点啦。绕境的话，十三尊出去的话，大概在20。绕境的话，大概在20个、25个左右了，25个大概啊。你怎样在大家拢该用呢？真经的啦。你怎样在拢在大吉卡拢标，大吉卡拢在用。不会，哎，不会。行，你先行啦，无踢到规个。恁行到边啊啦？正经的啦。那是讲，那是讲，阮遮少年，大家拢哦。这阮遮少年，大家是讲哦，拢伫做事。我叫因头，本来是要甲因讲头路拢卖总是死掉，咱来接新疆好啊，来接顶头好啊。小，我们便宜又，我们便宜大碗搁万二哦，全部新疆出去10000块就好啊，搁加高车，搁加高，不是就神将而已，还有加股。10000块，给你改观。2天进香哦，20000块，安尼使未？哇，哎呀，是啊，安尼啊，年头接个年尾，我干你。咱这大家。年头接个年尾。哦，年头接个年尾咯。咱这大家拢改用，一个当作三个在用。省，搁省，阮这拢无嘛，无啥人食槟榔，嘛无人啉酒，食薰嘛无，食薰有啦，食薰有啦，阮这搁省。免讲出门，讲哦，带人去进香，都爱包1000块，买1000块槟榔，我们无免。阮只食槟榔，甲两三个伫吃尔。我算一个啊，
我的第二个。你第二个哦。小编第二个。哦，小哦，嗯，小编第二个。拜。靠腰啊！你们叫是恁爸在靠，甲恁靠乌兰的呢？我记得我好像在几年前，我有在网络上有讲过，在直播上面有讲过，真的啦，我没有骗你们，我们出正头都是这种价钱而已。真经的啦。哎、欸，我唔是咧靠乌兰，我唔是咧乌白讲的。真经的啦，我们庙很多，真的啦，我们庙啊，很多人来邀请我们呢，出正头诶。真经的啦，诶，足侪拢有诶拢接未起，好无？接未起，到尾有诶拢嘛歹接啊。有些人刚好时间上无拄啊好。哦啊，讲实在，我嘛无迄个，逐礼拜我嘛无迄个时间带因去出顶头，所以讲我卖接啊侪啊。小接一个啊，那较好的有奖接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我们的神将人员都是这样抄出来的呢，真的啦，大家拢盖用，是不是？是还好啦，差我一输啦尔啦。恁对，我是一个人吐台湾一个，对，他嘛还差我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。我甲林小姐两个人吐台湾一个。真的吗？那我尊王安坐可以聘请高大哥你们的神将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可是说实在，你要先跟我们庙的联络啊，你要先跟我们庙的那个会长，神将会的会长他们联络，他才有办法。你跟我说不好，因为哦，你现在跟我讲，我等一下走到泥土我就忘记了。真的，早上那个董小小大哥跟我讲说，走到前面左转。刚刚早上啊，董小小大哥跟我讲，你走到前面左转哦，就往那什么中山四路哦。他刚跟我讲，我就忘记了，这个就嗨。我唔是挑工，我头先伫讲伊种计小，我唔是挑工，特别甲人伫遐拉计小。我们庙里面开出来价钱本身就是这样的，薄利多销。哦，因为哦，人爱去替人想，我们要去替人家想。世金庙啊，坦白讲，世金庙啊，大家拢没有什么经费啦，没有什么经费哦，尽量去替人想，心急，对不？毕竟我们庙也是这样走过来的，以前没有钱的时候，没有正头的时候，嘛是开钱去叫人来。哦，以前你知道一对新娘偌济钱啊？两工哦，真有两工啊，两三万啊，一对新娘七啊八啊，真有两工两三万。大鼓另外算，这恁老弟请顶头的朋友大拢知影，大鼓搁另外搁算钱，敢那两工敢那万几块吧，大鼓啊。真的啦，所以我们会去替人家想。哎呀，啊，那是讲比较远的哦，像比方说比较远的区域啊，讲，比如讲嘉义哦，要来甲我们邀请，啊，变讲恁啊，行政车啦，啊，是讲游览车，你要帮我们处理。哦，啊，然后跟你们收的那个正头的费用就比较便宜了哦，搞不好一万块左右就可以帮你们解决了。对，啊，那近的哦，比较近的，你就会当收，会当省着，会当省着迄种的啥？对啊，你看一抓再去到台北，对嘛？一对一万多嘛？我记得以前好像不知道多少钱，两天进香好像要包两万多还多少，忘记了。哎、欸，我唔是挑工，你阿共拉计小诶，真的啦，还是多恁伫问着我，顺续甲恁讲哦尔。所以我们庙的神将、神将卡拢是安尼连出来。坦白讲诶啊，
若要认真讲哦，三教哦，足侪少年啊，拢哦，拢伫是来阮庙练身强练练的哦，都走去北京庙啊。会当讲哦，阮是三教的升降脚训练班，我们庙里面真的啦，我无甲恁骗，正经的。三教足侪少年啊哦，当初不要人身强，来阮庙人家会晓啊，都拢歪来啊，都走去外口赚钱啊。因讲哦，跟别人怎样出去有钱，然后赚，因都要跟人出去。所以哦。有当时我就伫教阮庙个啦，因内底讲，正经讲，咱庙真足可怜。大年年啊，乌乌个，迄新疆卡乌乌个，几摆啊，大家拢走去别人遐。所以吼、哦，有时候会自嘲自己，神降脚训练班。每个庙都有辛酸史啦，真的啦。哦，第一次看到我，哦，这还有啊，嗯，这可以啊，哦，没，酒会无？酒会去嘉义绕境无？端啦！上个礼拜前，我们不是去大林绕境嘉义？偌济钱啊？偌济钱？办几块呀？啊，做迄个对方做形象价的钱，加一万价的钱，无收哦。对方拿出形象价的钱，加游览价的钱，咱无共收红包嘛。啊，无等于一块拢无共收，乌烟的，一块拢无赚，有哦，一块拢无赚吼，人伫遮，我无后边讲，乌烟就对啊，油井就对啊，对，哦，对方讲出新疆车啊，加种游览车的价，十六公里外，所以我们没有收人家半毛钱，啊，人诶嘛艰苦啊，人诶嘛艰苦庙，人诶庙嘛无钱，乌烟的，有听有乌烟的。啊啦，董小小，你伫按站是按啥啦？你是要叫我帮你出哦？会使啊？你游览车甲新疆车，你帮我出了，钱哦你开啊，我全部拢留落来下讲给你。看你要大白旗，看你要几支，你甲我讲。看你要小帅旗，看你要几支，你甲我讲。我留五十支小帅旗过来了无？哎呀，大白旗，甲你用三十支哦，你好无？安尼有够？有够怕无？吼，三十支大白旗呢，讲出来你也惊死人诶！新疆拢全排，新疆全部甲你留落来，啊！你要有劲呀！啊，无你按赞，按一个小叮当。哦，你低调一点哦。啊，你低调一点，你还在那按赞？我确实你要甲我请的。哦，你若甲我请，我就跪咯。要比大北旗，要比小帅旗，快！有比我多，你爸老出来，你年啊，全台湾大北旗上多，我来讲。我唔敢讲，咱大北旗老出来比人家水，比人家好啊。上起码咱老出来，咱袂输人啊。看要几粒股？哎，我们庙敢几粒股？我们庙好像有四颗股哦，安尼出四粒股会使。观众手诶都无啦，我们庙没有那种观众手，因为我们是拜妈祖的哦，比较武的。
比较有的就没有啦，像什么关将熟那些我们就没有，因为我们是拜妈祖婆的，妈祖婆就没这种东西。哎呀，啊，个支援部队过来啊，个上医疗呀。哦，这个像啊，个上医疗。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你到位啊？小蔡，勇啊。我们靠家里来过路，那个真外面。哎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哦，我你家个哪个家？你没到？我到边啊咧，我到桥头。对哦。啊、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哦、是哦。哦，大家抓个下来。你带两条啊，带两条啊。是啊，双胞胎啊，在妈祖婆辛苦的佛珠啊，上令哎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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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双胞胎啊，来，这给你，抓着，谢谢，保平安哦。来，阿舅拿着，谢谢高大哥。没啦，没啦。哦，双胞胎呢哦，高追。阿俊，你要不要自己拜访？阿俊，那不耽误您行程了，应该惊伊面子。谢谢啦，哦，多谢啦，多谢您的饮料。再见。我本是想讲，我今日要来甲您做伙行，啊叫来带这两个囡仔。是哦。哎呀，啊，我礼拜都有放假。啊，你安伊倒啊？啊，安伊辛苦的带我行倒啊。安尼，那么。哎呀，你就知影我重要。我已经都无在错你时。再见。哎，拜拜。大家大哥，拜拜。甲咱沟通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辛苦，辛苦。再见。谢谢哦，好可爱哦，双胞胎呢啊，谢谢啦哈、哦，感谢你们的饮料。拜。对对，我知，伊弄个，我知，伊会搞错，内底敢那有人会会错。哎、嗯。谢谢啦哦，感谢你们啊、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哦、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哦，送饮料过来。你没有报错，没有啦，因为弟弟他们身上也是有用卫星导航啊，那手机都有定位那个卫星导航啊，所以都这条路没有错啦，对啦，谢谢啦，哦，董小小大哥，你没有报错，再见，再见，我要离开林雅区了，哎，这边是左营区的，哇，我早就离开了。这边哦，这边是军校路哦，我不知道呢。这边有营区啦，这边有营区啦、哦，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路，我不知道。阿妈包呀、啊，你无甲小姐姐买一个？哦，这对面叫建村啦、啊，哦，建村哦，左应该是这边应该算左营建村吧。国家训练中心哦，哎，曾大哥，谢谢你的饮料啊，谢谢你的饮料。
请问会经过雪甲区吗？雪甲区有没有经过啊？这个就要问曾国阳大哥了，因为台南就曾国阳大哥处理了，就这个他比较清楚，我比较不懂。哎，有经过雪甲区吗？你会安排？哦，谢谢啦哦，啊，你搁伫山顶就对啊。哦，好家仔无该偷骂，我该偷骂，你搁偷，哦，搁你听着。哦，海军大本营哦，谢谢啦哦，曾大哥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哦。都有在注意我的，对了。好，我林刚若做歹代志，恁通甲头家娘讲哦。到哪里了哦？到这边是大本营。还没有啊，还没有吃饭，都还没有吃饭，全部都还没有吃饭。不是说不让他们吃啊，我是为他们好。他们在走路哦，吃饭哦，吃太饱，等一下真的会走路起啊，真的会很辛苦。吃饱饭走起路来真的会不舒服，我怕他们会受不了，所以就跟他们讲先不要吃，我们走到泥陀区的时候我们再来吃，哦，再来吃，所以现在没有吃饭了。啊，不是，老板娘亲自呢，御驾亲征呢，挥军南下呢，坐镇在这高雄，是不是？老板娘出门是不是？钱的问题就不用怕了，老板娘会出钱请他们吃饭，对不对？不是我比较当生啦，钱不是我出的，是老板娘出的，我都无所谓啦，我俩盖台风啦。所以去到泥陀的时候会请他们吃饭啦，请这个神将会这些弟弟吃饭啦，稍微忍耐一下。我现在吃饭哦，吃下去哦，肚子收饱行路哦，会忝。对，笑了。高老板今天没有拍小姐姐，没有啦，你是没有在听我讲话是不是？老板娘挥军南下，坐镇在高雄，你觉得我有机会吗？哦，有啦，早上有那个一个小姐姐，好漂亮，从我面前走过去。身上散发的，哦，那个香味，到目前为止让我念念不忘，哦，爽。嗯，他怎么右转了？哦，左。他有一个，你不觉得？哎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哎，翔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刚来见哦。喂，跨鬼面子，看看，石林大道里面有活动，这里面有活动，对啊，看每个人那边都有扮装的，要来应了，哇，弄小姐姐呢哈，有气球，那个，这
正对面那个黄色那个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？善意哦。善意哦，下面什么善意？Cosplay 哦 ，Cosplay 哦，还是什么小英文啊，我不会念的、啊，角色扮演呢、啊。哦，角色扮演的哦，金色黄色头发的。那边有活动，那边后面有活动。哦，三山国呀，三山国王庙呢啊，叫什么？进香回家绕境大典呢哦，绕境大典呢。进香啊，回到这边要绕境大典呢啊。哦，你们刚刚说，你们刚刚才讲而已，有没有小姐姐？现在小姐姐都跑出来了。你们的福利到了，眼睛自己睁大一点，睁大一点。哇，这体育场好大！这体育场好大！哦，国家体育场呀、啊，高雄国家体育场，哇，好大、啊！我、哦、这试运用的体育场哦，试运用的体育场、哦、好大、啊！哦，蛮漂亮的，蛮漂亮的，真的真的。像有些人啊，有些人没有来过高雄嘛，你们都有些人没有来过高雄，是不是？虽然我开直播，你加减看哦，你加减看，还不错看呐、啊，蛮漂亮的。哦，这个也是鸟巢哦。鸟巢是大陆的啦，哦，都没创意。鸟巢是大陆的啦，这个我们自己，咱台湾人呢，真没有创意。这个要说凤巢，咱自己凤巢。那是鸟巢，咱这是凤巢，凤巢较大啊，对哦，较水啊。我安尼讲就使。凤巢，凤巢，什么乌巢，什么小巢。哦，今天哦，今天有十几个下来支援我，有十几个人下来支援我。
所以我今天比较轻松。是不是？我就边走边看小姐姐，是不是？我就比较轻松了。妈祖婆、弟弟他们请了，有请妈祖婆啊，哟，啊，所以我就比较轻松了。打打打！哦。现在没有什么风，现在这里啊都没有什么风，你看这个树啊都没有什么风，好热哦，好闷哦。啊，今天礼拜天，大家都去看热闹了，去看庙会了，谁会上来看我走路啊？是我开直播，没有人会上来看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走路有什么好看的？所以很多人都跑去看庙会了，是不是？人数越来越少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人要帮我一起见证奇迹，历史的一刻。等我走回三峡的时候，这是历史的一刻。台湾走一圈，我等我走回三峡，就台湾走一圈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一个人跟林小姐，不是妈祖婆啦，哦，是不是？我一个人跟妈祖婆，吐台湾一人，吼、哦，历史一刻，放鞭炮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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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放烟火。可是放鞭炮、放烟火也比较不方便了。我们那边也不太可以放烟火、放鞭炮。假如我回到我们三峡的时候啦，我大概是稍微这样放一下那个袖袍，大概绑起绑起安尼啊。你若讲要放到做厦门，无法度啊，因为我们北部哦、喔、放鞭炮、喔、比较麻烦。右昌到了。这什么呀？这啥？前往嘉义仁义潭进香大典。哦，这进香大典做这个变，这个牌楼开不少哦，有钱哦。有钱就是不一样，这个大庙都是有钱的啦。大庙哦，我们要接大庙的订单哦，不管是阵头也好，各方面也好，就是要尽量的挖，给它挖。大庙就是有钱，就是要尽量挖。啊，小间庙、哦，我们就是要尽量帮忙。这间庙较无钱。大金庙诶，其实我跟你们讲啊，其实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啊，大金庙啊最喜欢办活动啊，最喜欢办什么法会有的没有啊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可以跟政府申请补助经费啊，真的啦，大金庙可以跟，愈大金庙哦，弄我都甲政府申请补助啦，所以大金庙上爱办活动就是安尼啊，安尼才会赚钱。我较不要讲话啦，可是我讲的拢是事实啦。我比较不会讲话啦，可是我讲的话都是实在话，真的啦，我不会骗你们。假如在线上有大哥哦，有些在线上的大哥还是各位大大哦，我讲安尼对不对？真经的啦，会使申请补助呢。大庙几乎拢袂了钱，跟办一届活动会当赚了足侪钱。啊，可是卖讲人赚啦，若是讲有遐个钱，因有去帮助一寡吼艰苦人吼，安尼阁无所谓，不要说自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。
老板娘，嘿，老板娘，哎、欸，哦。我知影，我头先讲一，我知影，我即马伫咧直播上讲即种话，坦白讲，有个人听袂落，可是我讲的是事实。恁知哦，恁知哦，像人咧讲啥物做招啦、创啥啦、干招啦，有诶无诶？恁当作恁新，恁当作恁新民，请去啊干招免开钱吗？可是你也想啊，因个做招也好啊，干招也好啊，还做啥活动啊？迄拢有人补助呢，拢政府补助呢。真的啦，我不会骗你们啦。恁若是讲我讲了唔对，恁即摆会当招我小可讨论一下。无啊，为虾米哦？无啊，为虾米？我拢尽量讲哦，尽量去甲世金庙斗相共，因为世金庙啊哦，林家庙，坦白讲经费真的是有限。因为哦，我们庙也是小间庙啦，所以我会尽量去帮助人家。真的啦，我们以前我们庙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，都是要花钱去请人家来。我一当真哦，然后花钱的，但什么东西都要钱的，光个镇头都要多少钱的，多少钱，多少钱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哦，有能力哦，我们庙啊，现在有能力哦，所以哦，就是假如小间庙假如找我们的话，我们都会算它很便宜，不会造成对方的困难，可以让他们省更多钱。尽量帮啦，可以帮我们就帮啦。一尊冰棍2000哦，哦，请去啊一尊干，新民请去啊一尊啊2000哦，啊你家己算啊，迄一届去拢应该破万尊啊啦，无可能讲去加几尊，无可能去加几百尊吧，几千尊吧，一定拢破万的吧，一万尊就好啊啦，都2000万啊。都2000万啊啦，搁无加上添油箱的，创啥有诶无拢无算哦。搁政府搁补助有诶无？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讲任何的庙哦，我现在都没有讲任何的庙，还是讲恁咱就看到只加工开讲哦，你较袂无聊啦，较袂无聊。你的龙柱还有吗？我不知道呢。头家娘无回你吗？我回去啦，你等我用好啊，等我回去，我回去仓库看一下，我才知道，好不好？你即马甲我问，我来知道有没有。干酒来，一定要有高元帅护坦，护你的脚床啦，护坦。你要叫我伫遐徛几暗的哦？笑的，你较正经的。嗯，你看，连这个我哥的小狗店的小狗馒头也出来了，我收肥啊啦，爱出来叫伊出来行行，好收肥啊，这馒头，太胖了，这个馒头腿又这么短，吃这么胖。这馒头，你去哪里？
你出去卖药干嘛？你去麦当劳上厕所，你要不要上镜头？老板娘，要不要上镜头？你不要上镜头。这老板娘哦，讲不想上镜头啊，然后讲伊去麦当劳。跟小金刚，小金刚，哦，小金刚，你干嘛脱衣服？变态哦！哎呦，啊，好妖！啊，手机落去啊，卡蛋。好加载，我手机落去裤脚。哦，好家在，我手机没有摔坏掉，摔坏掉哦，摔坏掉就惨了，又要买新手机了。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耶，军校路哦。这里是军校路，不要害，不要害我，不要害，不要害我哦！讲这么难听，偷拍，你以为我是变态哦？偷拍！还有几公里啊？还有8:20。已经放慢速度，放慢很多了呢。我们现在还有8:02公里哦，慢慢走就好了啦，不敢啦。会不会卡底啊？啊，我背就唔着喘，走路就喘。啊。这馒头，这馒头穿到要死，太肥了，叫你减肥。应该算8公斤。啊，哦，你看你的肚子越来越大，你看吃这么多，这么肥。小看一下哦，遐有只狗啊！要往那边，要往那边。这狗啊，哪个安尼？哦，你带咱行哦，连袂这只狗哦，你抄个病去。那脚这么短，看，那脚这么短，看，走起路还一直喘。有啊，要左转了，要左转了。
你们线放较长的，你放啊。放较长，你袂放啊？这无无想要停啊？不带停啊？哎呀，阿鸟的阿鸟的，迄行行哪喘啊？脚太短了。什么？不要说话，高元帅的痛处。什么物件？不看呢？没有看到。老板娘是不是亲自下来高雄的？是不是？我要稍微收敛一下。这是叫战略，这是叫战略，你们懂？你们不懂的。知不知道？你们是不懂的，是人难共哦，要人屈人伸，是不是？这样我的目的才会达到，对不对？要多赚一点私房钱，就是要人屈人伸，是不是？你们不懂的那种，你们不懂，不会懂的。哎，恁到要啉这個，啉冰的冰沙，有影啊？我请您啉啊！阿鸟诶，阿鸟诶！啊！阿鸟诶，靠靠地啊！阿鸟诶！阿鸟诶，你看你啊，谁叫你要吃这么胖？你着要食甲肥，你着要食甲肥哦！你行路你着忝。那只狗叫馒头哦，吃得太胖了，走起路来好累哦。还算馒头的。馒头走快一点，你越来越慢了哦，越走越慢。阿亮，他怎么走起来跟兔子一样，用跳的，后脚两只右脚。哎呀，两条后腿用跳的。老板娘什么？思念才来那就丢，安尼就丢啊。思念我哦，才下南部。没有抱抱，两个女孩子，小姐姐。
哎、欸，你们那边一卡打的水缸啊，他等下脚踩到那个水沟盖，他到脚踩到水沟盖，等下到时候卡住。中午好，中午好，各位大哥，中午好。还有八公里就到了，还有八公里就到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？这种老婆多好，什么？跳球镜啊，看不？这种老婆多好，帮二师兄打理生意，还要探班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很好，好好啊，对，好好，真的。看无啦，来行路过来看荧幕，我搁日头啊大着，有时候你们打字我看不到，太阳太大，哦，行路搁喘，哪行路哪讲话都喘的。老板娘在，老板娘在，都是要讲好话。休息。变态哦，他高一五。哎，你太夸张了！你帮你的小鲜肉在车上脱衣服，跟先生哥哥打。说大家好，小金刚，小金刚哎。你看，越来越肥了。你看，可以露点的、啊，不能露点。这小金刚哦，哇、嗯哦，你两个变态哦，脱光光在那车上呢。来，来，爸爸紧紧来。啊，这可怜，你看看，在车上那边恩爱，气死我了。什么物件选择性？哦，前天找两个、哦，原本是要叫五个就对了。这小金刚哦，好，跳，我稍微卡休困一下，跳跳跳，稍休困一下，稍休困一下。现在剩7.5公里哦，那很快就到了啊。对啊，因为
他那一台车，他那一台车前后都全部窗户全部都打开，所以就没有开冷气。小金刚太热了，南部太热，小金刚受不了。小金刚太热，太热了。这边小，等一下找小姐姐。快速高不是浪得虚名。哎呀，有音量哦，先去关着玩哦。要换手了哦，要换手了哦。看我哦。买个正经的，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。啊，这个拿给珊珊，拿个正。这条小金刚，你讲这爸爸的。快到了，支援部队要吃个饭，真的啦，等一下到了就要先去吃饭了，都还没有吃饭。不要下面有下来吗？朱米也无来吗？朱米也无无无。哦，徐启富哥，徐启富大哥，你上线了、哦。我们还有七公里哦，七公里左右就到你那边了哦。七公里七，刚刚那个弟弟是跟我讲7.5公里啦。哦，7.5公里就到你那边。朱米也无来，无吼，朱米也无来。朱米也有来，7公里我就到泥头了。嘿，台南的乡亲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明天就过去台南了。我明天就会杀到台南去了。台南，我明天就要冲到台南去了。泥陀吃海鲜哦，泥陀可以吃海鲜吗？泥陀是海鲜吗？泥陀听说泥陀是虱目鱼的故乡大本营哦，所以我们要去泥陀吃虱目鱼，我们要去吃那个虱目鱼，几只啊？虱目鱼可以几只？煎煮炒炸，我们要去吃25只。还有七公里就到了，到了泥头了，泥头，是不是？到了泥头就换我了，就换我请妈祖了。泥头到了，是不是？头到了，
紫冠，紫冠那是蚵仔，蚵仔上有名就是东石，东石乡亲，哎、欸，我嘛是东石乡，哎、欸，我嘛是嘉义的，我嘛是嘉义人，哦，东石乡亲，哎、欸，东石乡亲，哎、欸。东石，我很快就到了哦。当时我也很快就到了嘉义，嘉义哦，台南的乡亲跟嘉义的乡亲，哦，小弟很快就到你们那边了哦。明天就会走进台南市了哦，台南市了。台南的乡亲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哎，准备好去上班哦，准备好去上班。我要跳过台南了，我直接杀到嘉义去了。啊，曾国阳大哥，我这样讲对不对？泥塑工嘛，没有啦，没有去什么泥塑工啦，哎呀，没有去你什么泥塑，没有啦，我要去龙南宫，龙南宫，你有没有听过龙南宫？咱龙南宫哦，咱龙南宫诶，许大哥哦，平湖华啦，平湖华啦，咱是平湖哦，平湖华啦。哎，真的呢，有摩斯汉堡呢，摩斯汉堡。走得过吗？为什么走不过？我不要开直播，我就走得过去了。开直播一定走不过去。阿英来啊呗！哦，好比啊！还有六公里多，还有六公里多，哦，还有六公里多就到了泥头了，泥头了。今天要住驾的地方，泥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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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左省道跟沿海，我都会拦住你。你要拦住我，你都不怕我深夜偷跑是不是？我深夜就可以开始走了。深夜偷跑，你就不用睡觉了。所以你要随时要注意我的动态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追踪我，否则你怎么拦得到我呢？是不是？信。那明天我可以去看看我，你放假，欢迎欢迎。可以不睡觉等我是不是？你都不怕我在龙南宫住驾个三天再离开吗？所以你要不吃不喝三天在那边等我吗？是不是？我等三天后我再偷偷的出发，你就拦截不到我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人手很多，我惨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离不开高雄，对不对？
我可以叫人家在路口站卫兵。他们修行站卫兵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各位大哥、各位小姐姐、各位大大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还有6点多公里就到了，就要到龙兰宫了，要住驾了。哦，今天比较轻松，又轻松了。我们庙的支援部队又来支援我了。这个礼拜而已啦，下个礼拜他们没办法了。下个礼拜庙要进香，他们要出阵头了，他们要去到花莲出阵头了，要去进香了，所以下个礼拜，礼拜六、礼拜天都是我一个人。哎、欸，哦，对哦，大尾鱼呢？哦，大尾三百鱼哦。哦，对哦，大尾呢？哦，三百鱼哦。哦，那大只？刚刚三把鱼啊，人家是人家是大本营啊。这边是丝木鱼的大本营，哇，好大！哦，抓到鱼啊呢！哦，这三把鱼拢啊大只啊！赞赞赞赞赞！晚上可以加菜了，晚上可以加菜了。哦，大尾鱼啊呢，啊鸟的啊！哎呦，钓起来，那边有鱼跳上来啊！哦，拢大尾，哇！哎，哇！来啊，快！哎，那个台啊，他都在钓那丝木鱼啊。哇，那大只！哦，那鱼还会跳上来呢。哎哎呦哦哦哦哦哦，拢大尾呢。可是这水都垃圾啊，你他袂讲。哦哦啊，看无，很绿啊，看无。但是这水深，这种这只，钓完这个的。哦，伊样跳起来嘛，有没有？跳起来，哦，伊安那济？你讲你鸟仔过要家己啊，也惊跳。哦，那个鱼都跳上来呢，好多、哦、都大只的。啊，这鱼都乖。哦，遐一堆啊！刚才我放大。哇，一大群啊，拢大尾呢，拢吃大尾呢。哇，鱼好多、哦！我不知道镜头这样拍得到，你们这样看你有没有看得到？真的，我在桥上这样看下去，那鱼都好大只哦，要多少钱？哎，对，德中路，对，没有错，德中路。哦，一样大尾呢，那边就海边了，应该啦，应该那边就是海边了。住在这边的乡亲真的还不错，是无那要食鱼啊，就会使家己钓，拢能钓大尾，拢免买，拢免买。我靠呀，啊行到远啊！我不会钓呢，真的我不会钓鱼，真的我不会钓。哇，这边的鱼都这么大呢。好大哦！
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哦，这里算南子哦，南子德中路就对了。我们还有应该还有六公里吧，六公里就到了。我们还有六公里就到那个泥陀了。对啊，到泥陀哦，到泥陀，然后就先休息，先吃个饭，然后再出发，去龙南宫。哎，恁家交代者，哎，快到了时候，先找一个所在小休困，小食饭好啊。食饭饱，才出发啦。要到啊！要离那个龙南宫哦，快到了，差不多两公里处啊。咱就小停下来休困，两公里也是几公里小休困一下。好，可以。嘿啊！小休困，食饭啊！叫一个圣母宫，妈祖庙，那个啥，法水宫哟、哦。哦，清水岩啊，清水寿司。哎、欸，啊，这妈祖庙、圣母宫哦，应该是妈祖庙，嘿、欸。哎、欸，来个叫妈祖庙，嘿、欸。拜拜哦，哎、欸，清水寿司拜拜哦。哎，点头，哎，举个头，哦，点个头，哦，点了个头，点个头就可以了。哎，阿妈做婆就知影，咱哪有经过这？妈做婆干嘛？嗯。热啊，那不热啊？哇！谢谢啦，你是哪位的？六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没关系，你算清大狗。谢谢啦。谢谢谢谢。爸，你外公，你外公名我了没？没啦。你看对啦，你看，谢谢啦，我不能，我。啊。谢谢啦，没啦没啦，不会啦。谢谢谢谢。谢谢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哇，那小姐姐跟小帅哥，他们不跟我讲他们名字。感谢啦，感谢啦。狗腿，老板娘说老板加油，狗腿。坐在车子里面跟我讲加油，啊！你看这老板娘哦，谢谢啦！刚刚那个小帅哥跟应该他们是夫妻啦。那对夫妻，感谢你们啦、啊！你们又不跟我讲你叫什么名字？对啊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你们。我你买个一包饮料，一包饮料嘛袂少钱呢。一包饮料买，一罐25，一罐哦买300块呢，要买两三百块呢。谢谢啦，又让你们破费了，真的啦，水都有了哦，水都饮料都有了，不用再买了。哎、欸，啊！你们过来看我，我很高兴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不要再买了，真的太多了。
我要杀过去找我。你住台南的，你杀过来找我，你是不怕被人家公干吗？是不是说这是高雄？这是高雄，你住台南，你杀过来找我，你会被人家公干哦。对。不是，那不是老板娘。哎，刚刚拿水那个不是老板娘。哦，我又落后了，他们都已经走到最前面去了。刚刚拿水那个不是啦，那是我嫂子啦，还有李寿啦，你把他进京哎。老板娘是坐在右手边，坐刚刚我镜头用过去那左手边那不是啦，很温瘦啊。哇，你行加远啊！啊，这后边这顶，这后边这两个搁在偷偷搞行。哎，恁两个后边行较紧的好无？靠腰啊！你是啊？来。啊！你是来这西堡的公司的哦，偷偷行，行较紧的啦。后面那两个，人个拢行到较远啊呢。后腰上起码离阮超过500公尺以上。啊！欸，我有行动电源无啦？恁两个敢有行动电源？我这无电啊啦！这无电啊啦！这个行动电源无电啊啦！无电啊啦！敢有行动电源，搁摕来见？无连咪，我这停机哦，这直播的停机啊！我快没有电了，手机快没有电了。我看一下行动电源走。阿公，手机无电啊，见行动电源。你敢讲我底下内底有行动电源？到这伊无电啊，行动电源。我底下内底有行动电源啊。哦，因行到头前的，阿鸟的，超过500公尺。恁两个身躯拢无行动电源哦。我电池当只久个啊。我电池。你定位才先关起啊，较省电啊。哦，定位哦。定位要关起来，因为伊电啊。到以后你开啊，免啦，我即下开直播嘛，无多关。应该还有五公里啦，走这么远的，应该还有五公里就到泥陀了，泥陀了，我到泥陀了。高雄的乡亲，我来了，哎，高雄的乡亲，我来了。小姐姐，人家载走了，小姐姐，人家载走了。有啦，充电啦。
啊，我充电啊，充好啦。哦，老板娘拿充电器给我，行动电源给我，谢谢你哈、哦，老板娘。啊，感恩呢，感恩感恩。哎，有充啊吗？哦，有充啊，自己充电。哦，行动电源。阿鸟呀，跑了这么远，你看。阿鸟，这超过500公尺以上啊！我要冲刺了。要冲刺之前，可能镜头会可能会晃得很严重，稍微忍耐一下。哦，没办法，跑起来镜头一定会晃。先缓和一下气。气要先缓和一下，我要冲了。要说北高雄的乡亲，哦，这是北高雄哦，北高雄的乡亲，嘿，乡亲诶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嘛是这乡亲诶，我嘛是这乡亲，北高雄的乡亲，我嘛是这乡亲，高雄的乡亲，只是路过而已啦。冲啊！靠边，冲最后一个。从我最后一个后壁，两台车拢去头前啊！冲啊！冲啊！明，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不要，我不要输跑！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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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哦哦，我追上了！啊啊啊啊！哦。天啊！啊！加油！我已经追到了，昨天了。他们把距离拉开，他们把距离拉开哦，我就要用追的，要追上。哦，你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不要走这么快，小心哦。可能吵到一类的，啊啊啊！这小仙豆，小仙豆走这么快，吵到一类的。
你们坐在车子里面跟我喊加油，你们会呢？你们不会，你们不是不会呢？坐在车子里面跟我喊加油，啊、哦！大家好，大家下晡好，下午好。最后十公里，你就搞哦，最后十公里，靠！人家定位就定位，刚刚在那边前面那边便利商店都定位7.5公里，走到这边来至少也剩5公里了，不10公里。无正经。天。OK， 买，开价2000多万。你就搞哟，2000多万。2000多万，我就要买市区了，我就不要买这里了。我在你后面，在这里。哎、欸，给你擦个鱼类的，给你擦个鱼类的。太阳又出来了，刚好看到泥土的扛棒啊、哦！泥土的扛棒哦。什么东西？你在停红绿灯？你从台南来这边拦截，跑到泥头来这边拦截哦。那么艾小姐要上镜头，她还在后面，等一下。拦截啊！台南的乡亲来了，好、哦，哦，我买槟榔，辛苦啊！哦，谢谢啦，哦，不会啦，辛苦啊 ！Hello， 辛苦啊！没啦、啊！下一站哪里？龙南宫啊！龙南宫。对啊，今天晚上要住在那个泥头，哎，对、啊，好。谢谢啦。哎，台南的乡亲已经杀到这边来了。哦，走这么远了，又走这么远了。
哦。西螺，西螺还很远呢，还很久呢。无糖的就要了。不要看我，走开！啊，你不是要上镜头？没有。不是要上镜头。我们上镜头，你上镜头啊！咱的人袂客气啦，又开始拉远了。哦，哦，我要冲刺了，我要冲刺了，我又拉开了，又拉开了。哎、欸，还有几公里？还有几公里？他们那有说七公里。靠呀、啊，行啊久啊，还七公里，你是咧？才六公里。哎、欸，搁几公里啊？搁几公里啊？还有几公里？行啊，那有可能搁七公里是嘞？头拄啊 ，Google 嘛，甲一个七公里半，咱行远啊，上嘛剩四公里哦，尔，对吧？4.7公里。对啊，剩4点多公里，差不多。59分钟。差不多伫个，差不多伫个停个2公里遐倒啊，啊，食饭啊。7公里。国行59分钟，国行2.7公里休困啊。4.7。对啦，我讲国行2.7公里就休困啊，食饭啊，食食的，啊，最后2公里，到时候再走过去就好。啊，休困啊，休困，干咩？我们要休困，食饭啊。现在有风吹过来了，就比较凉了。当年张元帅大天户保点保点保大天户，当年加油加油，快到了快到了，等一下先去，等一下先到前面哦，先到前面先吃个饭。个饭，然后吃完饭，然后再慢慢走过去。我今麦个时间个收早，先吃吃饭，哦，先让先让这这行政卡哦，这滴滴哦，小吃吃饭者。
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小心喽，越走越慢，啊，卡疼哦，是脚痛了哦，小心喽，后面这个小心喽，脚痛了，后面这脚越来越慢了，越来越慢了，你看，被我超过去了，你看，你要上车啦，卡疼啦。小鲜肉不行了，小鲜肉，又要上车了，又要上车了，小鲜肉，他的脚没有电了。哦，小鲜肉跑起来了呢，小鲜肉，不是说脚痛吗？哦，跑起来了呢哦，你看，跑到我前面去了，又变我最后一个了，我又要冲刺了，我又要冲刺了，剩我最后一个了。等一下，我先准备好。又剩我最后一个了，我又要冲刺了。紫关，这边是紫关区了。紫关了，紫关区了，关区了，我要冲刺了哦，我要冲刺了哦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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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边的水怎么脏啊？啊，你好，我骂嘛！这工厂都排放废水哦，整个都黑黑的。工厂偷排废水哦，整条溪都是黑色的。这边偷排废水哦，这边有工厂，应该是偷排废水。这整条溪都是黑的啦，这整条溪都是黑的啦，这应该是有偷。工业污那个废水应该排进那个河川里面，全部都是黑的啦，太夸张了。什么杀猪声？冲刺的声音，哎，那个舌头要掉出来了，哎哎。哦，是在笑，
是在笑啥？啊，冲刺不是都是要这样吗？就要出声音来吗？哦，阿鸟，这只剩下一点点了，快追到了，在前面。OEG OEG 哦，叫 OEG 哦 OEG 加油加油啊、哦、加油，快到了快到了，我们要先去吃饭，吃完饭再走过去就好了，很近很近就到了、欸、先让这些神将脚稍微休息一下，先吃饭了。我今麦给我炸掉，啊，也让我的手机稍微休息一下，我手机啊，规机修复复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杀猪啊！后面没有人了，又剩我一个了。OEG，哎，这边乌鱼子很多。快要进入市区了吧？爱困。爱困。太轻松了，就想睡觉。差不多啊，哦，差不多啊，连咪头前影啦，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头前影看有吃的无？休困啊，吃物件啦，哎、啊，休息了啦。不是快到了吗？
真爽，你们坐在车子里面吹冷气真爽。泥头泥头看到了泥头。泥头刺砍刺砍泥头，嘿，所以我快到了，等一下先休息吃饭了。大社南路，存几公里啊？存剩几公里？3.4公里啊！哎，等一下快接近的时候，就找个地方稍微吃一下东西，休息一下。对啊，因为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要到住家的地方了。等一下先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，吃饭，吃饭饭。便当店现在没开啊啦，现在几点啊？对啊，今日刚一间哦，尔，一间而已，一间而已。好，哎呀，无爱讲，搁出早，时间搁出早，豆豆行倒啊，嘿啊。
心中求你，心甘嘛，自卑为怀疑。哎，你无甘馒头带入去，入去试吃一下。狗粮试吃。哎呀，狗粮试吃啊。哦，这滴滴行路敢那西山呀嘞？你安那西山呀哟？啊！哦，广泽尊王哦，广泽尊王庙。哎啦，哎无哎，看头前有物件好食，休困啊啦，哎呀休困啊啦，才市区才拄有物件好食。哎啦，吹着休困啊啦，无赶啦，我炸着，即摆收炸啦，即摆要我看者。哦，即摆两点十八分了尔呢。妙小姐姐，我们又没有机会了。哎呀休困啊，休困啊。哎呀，对啊，人沈东玉大哥都安尼讲啊，不敢哦，先吃饭了。哎啦，先我这弟弟休困啊，这啊走路敢那西山影，听无？脚疼哦。你脚疼哦。这么没有搞头，是不是？这么没有搞头的年轻人，哎。能 Q 哦？你坐车坐几届？你坐车坐几届？哎这个时代啊！哎，叫迄啦，要食肉粽无？哎呀，无赶啦，找一个所在休困啊啦，哎呀，我即马才两点外尔，早早起呀，对，去早早去徐启富呀，大哥遐，伤早。哦，年轻人没有搞头，这样这脚就酸了，就痛了，西山啊！对不对？那有像咱这种软 Q， 你看咱的脚，好软 Q。要倒一间？华裕那边，我要左转。哦，现在要左转了呀！左转了，左转了，我们先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哎，警察店可能可能比较便宜。对啊。年轻人啊，对，左转，左转，左转，哎，左转，哎，左转。老表车哦，哎，这里呀，加加加，插右边啊，红灯了，红灯了，你哪不爱左转呐？哦呀，这个无物件好食呢。啊，无，这嘛唔知有物件好食无？哎呀！哎呀，先找物件食。谢谢啦，谢谢哦，你较辛苦啦，你遐在搬家具的，在硬道呢，遐一个人忙真硬道呢。搬家公司的，没啦，我哪会辛苦？我今日上凉的，我今天最轻松了。哦，今日哦，三官大帝，水官哦，水官大帝生日。水官大帝生日，今日初一十五拜拜。哦，对对对，看到了就先吃了，看到就先吃了。看到就先吃了。看到就先吃了。
双手合十，为子孙为后代。后夜哇，行这条路才增加无物件吃啦哇！这条才增加的所在，向右转，那可能向右转，无啦。有吗？哪里有餐饮部啊？靠腰啊！那是咧唱歌的所在吧？咩啊？就你到头先那边好。中餐晚餐饮部。这里，这瓦拉玛。靠背啦，这小吃部吧。瓦拉玛诶。这个陈义勇恁爱去的所在。小吃部啦，这不是啦，这不是吃饭的所在啦，这是唱歌的所在。啊！我跳啦，来这时候都不要搁这无，这无吃呀啦。哦，无要紧啦，凊彩啦。哎呀，我那不是吃的人，啊，拢行到这来啊，无要紧啦。哦，无你带路啊！哎呀，大哥讲带路啊！哎呀，多谢啊！这头大一对一个大哥生双胞胎那个大哥啊，谢谢啦，谢谢！你教阮带路啊！安内我来行阿弟啊！卫星导航是安尼哦。啊，行入去安尼，哎，甲等下啊！我先导航讲报一只呢，行啊呢。行在岛上的，他看到十字路口，你也看到派出所，去派出所要左转，一直通过，就咱行到尾就是有啊，唔免搁踮么搁说啊。你坐车搁是行乡间小路，保证无挤啊。啊，你行落。行外口啦。你行落，行落下街啊，过下街。我给你带路倒啊，你带路，你要帮带路吗？我要载囡仔当个食奶啊。都是一直行，一直行行到底，你就看到派出所。派出所右转。右转，行过。伊讲行车啦。前面一直过。无你行这。啊！你也落去，甲电话讲啊，叫因过来。你较落去遐有西门，有全家会当先指邀一下。哦。袂啊，西门我袂。啊，看到派出所右转就对了。哎呀，今天老吉。对，今日也老嘞呀，好啦好啦，无管。伊讲头前今日介老嘞，咱行遮好啊。行到底，卫星导航甲咱布行啊底哦，伫遐敲。我爱讲卫星导航不可靠，操，不可靠。就是这样，害我在花东是不是宜兰走了，白白走了多少公里去了，是不是？嘿，小姐姐，啊，导航啊，卫星导航来给咱拨行啊底入去啊。导航的叫，要行路的是靠较近的所在，啊，拢是爱田路。哦，行田路啦，行迄田花路啦，较近啊。
么东西？啊？鲍鱼、海鲜、乌鱼子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哎，小鲜肉，小鲜肉啊，小鲜肉，好几个小鲜肉。小鲜肉有没有有没有可以吃的？先让我指饿一下。那你小鲜肉，小鲜肉，好可爱的小鲜肉。哇，这个是特别。好不好？等一下送买吃的过来，免啦，徐启富大哥，免啦，阮家己来吃就好啦。哎呀，阮家己吃就好，阮连食饱，阮就过去恁遐去啊，哦，就过去恁庙的啊。哦，徐启富大哥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免啦哦，阮家己来吃就使啊啦。对啊，伊讲这小鲜肉，你看无力啦。小鲜肉，这小鲜肉啊，快点冲，快点冲，杨哥，这么慢，跑起来，赶快，再跑快一点。小鲜肉体力这么差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有吃吗？你看我有吃吗？你看，你看我有吃吗？我有吃饭吗？我没有吃饭呢。你看我的体力就这么好，哇！真能 Q， 能 Q， 你们看到我的脚，真能 Q， 是不是？三峡伸腿高呢，我来讲。小金刚又在打电动了，小金刚，来，爸爸轻轻来，爸爸轻轻来，欸，小金刚哦，这小金刚又在打电动了。旁边有郭正宗代叔休息一下，你叫阮伫个郭正叔遐滚哦。
暗道过啊嘞。老郭证书。哦，郭正宗啊。你叫咱伫郭正宗代书要等一下啦。郭正宗代书，头前要郭正宗代书，叫咱加休困一下。徐启富大哥啊，嘿，一个大哥叫咱加休困一下。伊讲，看卖者，看卖者，看者郭正宗代书无？你头前要，头前要小休困者。线上的小姐姐，今天你们都对不对？今天都让你们看一下小鲜肉。哦，郭正宗代书，哎、欸，讲叫咱只要等一下啊，休困一下。哎、欸，休息休息，哎、欸，郭正宗代书，哎、欸，事务所啊。咱只要休困一下。马健啊，马做保修下，坐下头。你买一份哦。这份好吃，安怎吃哪款好吃？我会知，啊是，啊迄个大哥叫咱一下小休困一下，我会知。哎，你安尼有哪行？你慢慢行就无要紧啦。你要站哩，你要将军台、半军台，你唔够够，我等。对。哎，徐师傅大哥。我俩慢慢行，用哪行？哎，徐师傅大哥，啊你叫阮一下休困要创啥？你包干。赶快，什么赶快？你打电话徐师傅大哥，我头叫你开一电电话，你打电话伊看卖，伊叫咱伫遐休困嘛。这无当食饭啊，这煞偏僻啊。
中的，我们家老人家住。你敢问看卖，叫咱伫遮等创个啊？他休滚啊！他说他跟他交代好，叫你在那边喝饮料，喝满牛喝了再出发。哇，那哎呦，他不不领饮料去啊？哎，没领饮料不？咱就家己买水，免了。对啊，免啦，真的啦，徐启富大哥不用了啦，我们车上饮料还很多啦。哦，不要了，我们要出发了，行行行行行行。走，出发。谢谢啦，车上饮料还很多，不用的啦。哦，谢谢哦。赶快出发。喂，大哥，安哪？免啦，免啦，哎呀，我行去头前都，别正经免啦，哎，我家行去头前食物件都好啊啦。哎呀，阿英，是哦。好啦，我讲，我紧，安尼，我停在路边的啦，我停在路边啊，停在路边休困了啊。我停在路边休困啦，好不好？哦，我已经出发了呢。我已经行去路上啦，已经超过大树啊啦。哎啦，我今日我停在路边倒啊啦。好了，拜拜。好，起雾滴滴。上。起雾滴滴。是啊。哎，先吃。大家。哦，哎，对对，等一下休息一下，谢谢啊。那我们那边，我好像嘛无搞。阿弟，我过来的。免啦，我们行去头前买倒。哎，大家运动不多呀，叫伊卖阁行啦。你们先吃啊，直接落家啦。无要紧啦。我行到头前个啊，打电话讲啊，叫伊莫阁行啦。啊，恁是早爱行哦，无你直接来祈祷啊，莫休困，直接来祈祷啊。叫恁叫，啊，拢无看哦。休困啊，人莫阁行啊。停啊啦，莫阁行啦。啊，便当嘛无够，我今日恁新家，剩六个便当个尔。我是讲要互恁大家休困一下。无啦，哎呀，要点伊零饮料，阮车底饮料一堆，要叫阮点零饮料，免啦，因巴肚枵干安尼，因讲要食饭啦。哎呀，我是讲要来头前食饭，请休，哎呀，谢谢啦，哎呀，做好谢谢啦，恁先处理啦啊。哎，对，哦，歹势啊，哎呀，啊，卫生大人讲报到这来了，无通好食啊。哦。先休困啊，一只啦，叫你开来吃啦，才有通好坐啦。哎，开来吃啦。哎呀，坐啦，这特别讲定着啊。在这里休息啦。没，这倒啊，卖共扎错，我共扎错啊，哎，这倒啊，这倒啊。自己的吗？这。这大用啊，是自己的啊。免啦，
油，我无放油条，我都歪入去啊。哎啦，叫你过来吃啦，回来吃啦。他一直走。哦，你来看，就是我有讲啊，你知道？就像我所说的啦，不是讲徒步哦，不是无人带我出来，有人带我出来了，无方便呢。一群人甲一个人行，就是安尼。食物件，我腹肚袂枵嘛，因腹肚枵，我都要停落来陪因伫遐食物件。所以哦，徒步就是安尼啊，一群人甲一个人都有差，真紧个啊。一群人连伊迄个要放尿，连伊迄个要放屎，连伊迄个腹肚疼，连伊迄安怎，就是安尼啊！啊，遐喊来喊去，打电话叫因回来啊！伫遮休困啊！恁是要来支援我，还是来甲造成我的困扰？恁若要造成我的困扰，规气拢转去啦！啊，人就买便当来啊！你唔吃，无你要创啥啦？恁是来跟我斗三工的，恁唔是来跟我造成我的困扰，你也造成我的困扰。对啦，叫因等下才坐啦，啊，死老死。哎妈，做一直请去啊！你来看，还是要怎处理啦？啊，头前个弟弟啊，弟弟一直行去啦，啊，妈祖婆一直行去啊，塞，落死！好啦，音乐静起来啦，音乐静起来啦，车才有车位的，咱伫只休困啊，无要插路边哦。会啦，会啦，会啦，迄无要紧啦。无正常来讲，妈祖行到头前就袂使阁回头啊，啊无要安怎？迄路边，你要共停喺路边的哦，无要紧啦。你要伫头前等咯，啊头前到哪停车？你卖看好停车在路边呢。有吗？确定哦。咱就去头前啦，去头前啦。哎，走，东西拿一下。Loss。啊，去头前啦，头前因讲要头要滚啦。去头前休困一下啦。我都讲啊，要遐休困啊。行，开在头前啦，开在头前啦。啊？我当时啊，开电视看，我那个电梦是怎样？我一只啊都电。对啊，一下了。对啊，快到你们庙了啊！我行较紧。哇，阿英到要去倒，因那车搁叮当啦啊！嘿啦，休休困的，休困的啦，你们拢不爱食饭的哦。坐啊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我们就过去领庙的。哎，我们等一下就过去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吃让他们吃饭。我滴滴卡嘛疼啊！我是讲讲好呀吼，无所在我讲是伫遐，咱拢无啥伫遐休困。无啦，无啦，大哥讲叫我伫遐休困，啉饮料，阮车顶饮料就一堆，还搁伫遐啉饮料，大家腹肚枵到要死啊！哪有可能伫遐啉饮料啦？还是讲要，因讲要行去头前遐食饭啦？哎呀！我来知恁阁送便当过来，哎呀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哎呀，造成恁的，哎呀，造成恁的困扰，歹势啊。那广州嘛是不同的哦。
对啊。我想说不方便啦、啊。来带你做温暖啊！伊今日多好，伊连啥亲近哥、亲戚就变老热。哦，今天你们那边热闹就对了。哦。哦。OK 了 ，OK，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。哎、欸，谢谢了，谢谢了啊，受了多谢呢。我们等一下吃完饭，我们就过去了。我们挂。哦，好好，因为对啊，嘛要搞啊。哎、欸，这有一间敢若工厂嘛，铁厝家哦，我先伫遮休困一下哦。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先吃饭。等一下出发之前，我会开直播哦。等一下出发之前，我会开直播哦。待会见，拜拜。